你好吗？在中国一个机票去美国伊利诺州芝加哥多少钱？一个机票是600块美元。你想约好的假期吗？一起我们去美国伊利诺州芝加哥，只要530块美元和包括一个以外的行李空间。哇，600块美元好不好？不好，我电视看到一不同的提供，说了530块美元。真的吗？是啊，电视提供比你的70钱。好啊，我给你450块。只要371块。等一等，可是我的旅行是在飞机上开车送你去你的旅馆。我们的价钱包括2万免费酒店住宿。